明天我就上黑龙潭，我要阻止他被辛巴氏收编。哦，对了，你走了之后，金霄还来了店里两趟，装模作样的说找你喝酒。我一看见他，就恨得牙齿痒痒。那个手枪没起作用吗？这个民族败类，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 苗苗，哎，队长，他不是你女朋友吗？怎么不理你啊？怕是队长又另有新欢了吧？啊！老子娶的就是她。明明，你表哥回来了吗？你老找他干啥？这么说他回来了？明明。 金源，你可回来了！啊，妙妙，你来了。你先在这坐着等一会儿，我跟我表妹说几句话。走。哎，你和明明啥时候不能说话了？先听我说。我跟他是生意上的事，就几句。生意上的事也只是多赚钱少赚钱的事吗？我说的可是大事。 田彩霞咋会是杀害你爷爷的人呢？要不我爸咋想杀了他呢？可是他知道陈胡子的事情，还是去了你家。是啊，他就是去赴死的呀。可是你爸爸也没有杀他，最后还是放他走了。也许他们真心相爱过吧。也许我爸不想杀人，也许。 反正他现在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呢，静源，你赶紧去劝劝他吧。我去行吗？我爸一直很欣赏你，他肯定替你劝的。我去，可我说啥呀？谈字画吗？字画，那是闲情逸致的话题啊。但有个人陪着他，总是好事吧。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，我跟我表妹去就来。明明同志，本来我是想先去邮局，再去黑龙潭，可是我突然想到，如果辛巴师知道了董秋实和田彩霞没有结婚的消息，而且又知道了他们为啥没有结婚的原因，说不定辛巴师。 会趁虚而入，再次提起收编之事。田彩霞现在的心情极度的矛盾复杂，谁也不敢保证她一气之下会不会答应辛巴氏的要求。我必须抢在辛巴氏的前面。明白了，你去黑龙潭，我去邮局。 这是组织上从四川寄给我们的东西。 你去邮局，把它取出来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你不但不去我家，而且现在就要上黑龙潭。对，苗苗，你爸爸啥风浪没有经历过，放心吧。等我从黑龙潭回来，我马上去你家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为啥这么着急上黑龙潭吗？苗苗，请你原谅我。 我以后再跟你说，好吗？哎，对了，能不能把你们家的小车开出来借我用用？好吧，我随你。景源，哎，我来给你当司机吧。不行，上路太危险。 还是我自己来开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也要上黑龙潭？嘿，我到黑龙潭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再重要的事，有我跟你在一起重要吗？
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是不是又有啥新任务了？对了，上次手枪那事儿没影响你的情绪吧？局长，我金霄对党国的忠诚日月可见，咋可能为了这区区小事而影响工作呢？有啥新的任务，您尽管吩咐。好啊，算我没看走眼啊。对了，四川刚刚破获了一个共党联络小组，说有一个箱子寄到了西安，你去查一下。是。淼淼，我问你，你恨不恨天才侠？要说不恨，那是假的，毕竟他杀害了我爷爷。那你到了黑龙潭，你打算咋办呢？不知道，他杀害了我爷爷，可是他救过我父亲的命啊。我想，这么多年，田彩霞一直因为这件事情后悔不已。我希望你能原谅他。你为啥替他说话呀？淼淼，你知道我跟田彩霞是啥关系吗？你和他？你和他能有啥关系吗？我们就在这里等着那个来提箱子的人，但是一定不能惊动他，明白吗？是是。你们两个不要惊慌，要配合我们警察局的工作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好了，把这个箱子收拾好，放回原处吧。千万不能让来提箱子的人有任何察觉。明白。走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啥时候知道田彩霞是你亲娘的？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母亲告诉我的。你养母？可是她瞒了你那么久，为啥突然要告诉你呢？我母亲刚刚去世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这些话是她临死前告诉我的。你知道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啥吗？是叫你去看看田彩霞吧。他让我把公家的事情干好。公家的事？淼淼，我告诉你了，我是从陕北派过来的，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？我爸早就跟我说过，你非同小可。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你说，我是从陕北派到西安来的。可是我看见你跟鬼子打那一仗，光凭你的枪法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不一般。你好。麻烦帮我取一下。马明明，金队长，抓住他！抓啥抓？老子刚才交代你们的都没听清楚吗？就你这脑子，我看你只有去买羊肉泡了。给我盯好了。是。谢谢。他看上去不像。抓人吧！
知道秦元在不在里面。哎呀，冲进去不就知道了。我得为你们弟兄们的性命着想，万一……队长的意思是，一是要确认秦元在不在里面，二是要出其不意的抓住他们。啊，这苍龙岭还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！那当然了。要不这警察和新八师早把我们给灭了。哎，秦元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看看风景。哎，恐怕你不是来看风景的吧？大掌柜的在山上吗？在。他要不在的话，你来干嘛？请。哎，等我。掌柜的。嗯。你看，谁来了？哦，秦元啊，上山找我有事儿啊？哎，秦元，你这是干啥？妈。啥？你叫我啥？是你儿子，通情。我叫王通情。你真的是通情吗？我真的是你儿子。我的儿。一直关着，肯定有问题。不能再等了，这样，你去告诉弟兄们，我先进去，你们在外面守着，听我的信号。是。金队长说他自己先进去，我们就在外面等他的信号。准备。听说你表哥回来了，他又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我要是你表哥的话，我就肯定会告诉你的，省得你操心嘛。看啥呢？《红楼梦》。男女情感呢？又是葬花，又是吐血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我只管卖字画，不收字画了。那是我表哥的事儿。你咋只卖不收呢？我不懂字画呀。
那你就应该关心关心时局和政治嘛。我一个姑娘家，关心也没用。哦，说的也对啊，总不能让女人去冲锋陷阵吧？啊？对不起，我要关门了。天还没黑呢，着啥急呀？这是我的店，我想啥时候关门就啥时候关门。别着急，我丢了一样东西，不知道你看到没有？你丢啥东西，我咋会看见呢？因为我就丢在你们家字画店门口的。我没有看见。捡到别人丢的东西，应该归还才对嘛。金宵，你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我就是想说，不义之财不该拿吧。啥不义之财？我丢了只箱子。箱子？棕色的。你胡说啥呢？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弟兄们，快冲进去！快快快快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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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吕哥，大嫂，我田彩霞给你们敬酒了。你们一路走好，感谢你们把通情养育成人。妈，如果你们九泉下有知的话，放心吧，我见到我亲妈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还有个弟弟啊？我听我妈说过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你们俩还认识。不可能吧？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。他是警察局的金宵。这些事儿我要慢慢的跟你说。老实点。马明明同志，这就是我丢的那只箱子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那我就打开看看，我都丢了啥。发报机在哪儿？说。你说的话我不懂。还跟老子装糊涂啊！在邮局，老子就发现发报机了。弟兄们，挖地三尺，给我搜！是。金宵？咋会是金宵呢？你还不相信？妈说的话，我咋能不信呢？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咋会有这么坏的兄弟？哎呀，你也不能把他想得那么坏，他毕竟是干警察这个行当的嘛。当警察也不能丧失人性啊。妈，你还是被他蒙蔽了。
你想想，他知道你是他妈，他还来抓你，而这次他不得不上山来认你，他断定你会看在母子的情分上来救他的。你说我要是不救他，那不就成了你们兄弟俩自相残杀了吗？多亏了妈化解了，要不多悬呐。哎呀，好了，现在啊，妈的两个儿子都找到了，一个做警察，一个做老板，而且还是有文化的老板。妈，我不是字画店的老板。那你是？我不能对妈撒谎，我是陕北过来的。其实啊，妈早就猜到了。啊？你上次抢药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不是一般的人。哎，那马明明也不是你表妹了？同志加战友，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的人。同志战友。人赃俱获，你还有啥可说的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起源在哪儿？我会让你开口的。你们两个，给我把马明明秘密押回警察局，其余的弟兄都给我留下来，守在这里，我就不信秦元那狗日的不回兔子窝。带走。是是。走走走。妈答应招安，那只是缓兵之计。哦。妈不能让兄弟们到那姓郭的手里。哦，是这样。可是你这样迟迟按兵不动，你想他们会咋样？哎呀，大不了那姓郭的一气之下来剿匪。可他上次来过咱们黑龙潭，他知道咱们黑龙潭固若金汤，没那么容易打上来。可是妈，姓郭的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与其自相残杀，不如跟我一起去打鬼子吧。妈，你不想跟我去打鬼子吗？你呀，你呀。不要再咬着牙硬撑了，你只要告诉我秦源在啥地方，你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啊，你就是不说，老子也能把秦源抓住。锦绣，你这民族的败类，你不得好死。妈，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杀日本特务，到你帮我们抢药品救老王，还有咱们上一次一起打日本鬼子，我就知道妈特有正义感。儿啊，你是不是在给妈戴高帽子？哼。儿啊，妈说起来是土匪，但妈知道你走的是正道。妈不管你是陕北、陕南还是关中，妈只认你是我的儿子。啊，虽说小鬼子还没打进咱们陕西，但妈知道这些鬼子是来捧咱们中国的。妈手里边有一批好的武器和弹药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。这回呀，英雄可有用武之地了。妈。你同意咱们娘俩一起打鬼子了？
不过我得问问弟兄们。那要是他们不同意咋办？你可别忘了，妈是黑龙潭的大掌柜的。早就怀疑你们俩是共党了。我跟秦元称兄道弟，就是为了抓他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在你们的黄河字画店埋伏好了警察，就等秦元回来自投罗网了。啊！爸，我听淼淼说，你和董秋实……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提他干啥呀？其实他人挺好的。爸，也许你不知道，你携的董秋实那辆车军火，原本是卖给我们陕北的。他也向着陕北？对啊，全国人民都向着陕北。你要知道，像董秋实这样的爱国人士，咱全国到处都有。秦元，你来点。阿姨，点着了，黑龙潭的人都知道了呀。这就是黑龙潭的烽火台。秦元，点吧。弟兄们，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去打鬼子？爸，让我跟兄弟们说几句话。好，你说吧。兄弟们，同胞们，我曾经跟一群男人拿着大刀片子和日本鬼子搏斗，虽然大部分他们都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枪下，那并不是他们打不过日本鬼子，而是因为武器太差。看看你们手里这么优良的武器，不打鬼子不上前线，那才叫丢人的，会被人家笑话的。将来人家问日本鬼子来了，你们都躲在黑龙潭干啥呢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，不管从前还是以后，也不管人家管咱黑龙潭叫不叫土匪了，只要咱们打过鬼子，保卫过国家，那就无愧于祖宗，无愧于子孙的。对就站那边。哎，狗娃，你不能去。为啥？我走以后，你就是黑龙潭的掌柜的。我当掌柜的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非你莫属。待会儿我跟你交代，咋能叫黑龙潭的弟兄们的老婆和娃不挨饿。掌柜的，我跟了你20多年了，你走到哪儿，我狗娃就跟到哪儿。狗娃，黑龙潭不能没有男人。哎，黄毛。哎，你也不能去。为啥？你在我们黑龙潭种庄稼是最内行的，
你要把粮食种好啊。那狗娃也会啊。他看天气啊，没有你内行，你知道该种啥，不该种啥。等弟兄们打仗回来，还要吃你的白白的馍和筋道的捞面条呢。对，对啊，就要去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哎，柱子，掌柜的，你也不能去，你刚结了婚，结婚和打鬼子有啥关系？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。没事，今晚上我就给老婆种上，等打鬼子回来就能叫我爸了，是不是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都给我站好了。瞧瞧你们一个个这怂样啊，咋抓人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听见没有？秦源，马明明，马明明，弟兄们，你们现在就回家吧，和你们的老婆娃一块告个别，好好的喝上一顿，吃上一顿，抱着你们的老婆亲热亲热。呼喊一声我回去以后啊，就和陕北联系，商量一下咱们行走的路线，看看他们怎么接应我们。不用商量了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妈要带着黑龙潭的弟兄和鬼子打上一场，然后拎着鬼子的头再去陕北。妈，咱们现在是抗日的队伍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妈是掌柜的，还是你是掌柜的？当然妈是掌柜的。只是以后啊，我们还是要听组织上的安排。哦，这个我不管，就这么定了。先打鬼子，再去陕北。妈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赶快上车，咱们后天就一起出发。阿姨再见。哎，好，快走吧。走。哎，清源，清源，你千万别跟金宵记仇，到了西安，你一定要去看他，啊。毕竟你们两个是亲兄弟，快走吧。妈，您回去吧。嗯。清源，我要跟你一块儿上前线。你听见没有？不行，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你去前线太危险了。我不怕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死在你怀里我都愿意。不要胡说八道。好，那我不胡说，你和我都不会死，我们还要结婚呢。狗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多少块青砖？155块。我咋和你交代的？不让黑龙潭的老老少少挨饿。那要是挨饿了呢？你回来当众把我给杀了。掌柜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
给。待我家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我还要跟我表妹商量一下接应黑龙潭人马的事情。还表妹呢？啊，是同志战友啊。啊，对。以后你只有我一个妹子。我们的事情，我得向组织汇报一下。哎，你说，要是我爸爸和你妈结婚了，那咱俩再结婚，是不是双喜临门啊？可是我妈和你爸已经不太可能了。但是只要咱们俩结婚了，他们俩还是要见面的呀。一个是我婆婆，一个是你岳父啊。哎，这事先不说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嗯，我要看着你走。难道是这个秦元听到啥风声了？不会吧？再耐心等一等，咱们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。再抓不住他，这刑警队长就不当了。秦元，哎，你咋跟着我来了？我说了，我一分钟都不想离开你。哎呀，我是去和马明明商量和黑龙潭的弟兄们打鬼子的事。这难道我不能听吗？我还是他嫂子呢。谁嫂子？马明明啊，她不是你表妹吗？她不是表妹，是同志。啊，好，那咱们是同志。哎，这大马路上不合适。怎么了？我就不信同志就不能挎着胳膊了。走。啊，秦元，你可千万不要回黄河字画店呀！秦霄带着警察在那等着你呢，千万不能回去啊！兄弟，你这是干啥？哼，秦元同志，等你两天了，就是要抓你。金霄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哎，淼淼，我真是替你感到惋惜呀。你不要假慈悲了。假慈悲？你知道你身边这个人是啥人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他就是要饭的，我也喜欢他。他可是重犯，兄弟，我犯啥案子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还真不清楚。你可真会装傻呀。好，我来告诉你，你的同志马明明已经被我关进警察局了。金霄，我想到后屋跟你说几句话，行吗？有啥话去警察局说吧。我觉得有些话还是私下里我们俩说比较好。好，老子倒想看看你还想耍啥花招。走。淼淼，不管发生啥事情都和你没关系，放心吧。把枪放下！你就这么害怕我？枪就是用来对付你的。你为啥要对付我呀？因为你是共党分子，你的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。我们警察的任务就是收拾你们这帮共党分子的。为啥要收拾我？我是中国人，我杀日本鬼子，你收拾我？你作恶的太多了，赶紧收手吧。你叫我到这屋来就想跟我说这些啊？
啊，兄弟，谁跟你是兄弟？咱俩不共戴天，不是兄弟。结成空，无需叹。